保护了，掌握开车，咱们先给他撞上试试。这两边各有一个风刮扣，拉杆是可伸缩的，还可以调节角度，箱底下面的材质还是不错的，后轮还自带一个脚刹。我们先来放点东西，看看它的容量和承重。还可以啊，放的东西还挺多，承重力也不错，上面还可以放其他东西，盖子也挺结实的，180斤的我也能将就坐。再来看看走的时候怎么样。可以啊，还是挺轻松的，进电梯也不会卡缝，但是小台阶上不去，路面凹凸不平，还有上楼梯的时候嘎嘎响，噪音贼大，上梯也是基本在靠自己，不用的时候靠在墙边倒是不占地方。这个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入的话，建议考虑一下周围的路况，有楼梯的话还是不建议了。